只要一指就能够轻松游玩的陷阱大冒险，让玩家用脱衣的方式控制角色的移动，穿梭在场地中躲避敌人，并一步步的引诱他们踏入死亡的陷阱之中。游戏中陷阱的种类丰富，从破洞、铁锤到战车等应有尽有，而他们各自的运作方式也不一样。像是铁锤有固定的打击时间，只要掌握敌人的移动路线和陷阱的特性，就能够轻松过关。不过，要是自己不小心踏入陷阱之中，也是会马上 game over 的哦。